大家好，今天是十一月十三号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蒙博报》。基辛格，一位美国政坛的常青树，在不久前还传出了其驾鹤西去的消息，而如今九十五岁高龄的他，近几日从新加坡到北京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和演讲。基辛格这次亚洲走访活动的结束晚宴是由陈元和唐文生做东。 唐文生是当年把他从巴基斯坦请到北京的四个人之一，也是目前尚活着的四个人中唯一的一个了。基辛格在晚宴中说了一句被认为此行最画龙点睛的一句话：“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，要重新定位。”基辛格在活动中提出见陈元、何礼良、唐文生、傅莹和辛旗。基辛格说：“时光太快，两国关系回不到从前，两国都在变，你们变得更快。” 美国国内两党外交已不成问题，关键是理解怎么样共存和寻找新的外交模式。两国绝不能走向对抗升级。现在需要众多老朋友们都站出来，促进双方高层深入对话。基辛格十分怀念毛主席和周总理，说他们把握住了历史机遇。基辛格在回答傅莹的问题时说：“未来的中美关系不会回到川普以前，也不会变成新冷战的全面对抗关系。” 而是走向一种新的范式，但他没有对这个新范式做出定义和描述。其实，从基辛格以往的话语中，不难看出，这位九十多岁高龄的外交家对美中关系始终抱有很大的期望。同时，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也是美中关系走入对抗层面。早在今年九月底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基辛格时，他就曾经讲过类似的话语。他说。 我对美中关系长远发展持乐观态度，双方有必要从更宽广的视角看待两国关系。他认为，美国国内少数敌视中国的言论并非主流。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，但双方不能因此进行对抗，这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。合作将是美中双方的唯一和正确选择。我愿为这一目标继续做出努力。 基于以上信息，视频小编戏言，希望基辛格能再活五百年，为美中关系找到当年的蜜月期的感觉。认真的说，基辛格说的没错，一九七二年的中美关系基础与现在有本质不同，而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也大相径庭。川普之前的中美关系与现在的中美关系也不可同日而语。有关详情将在周周刊热点栏目中为您进一步分析。 网罗前沿资讯，分享独家解读，欢迎订阅蒙传媒。我们下期再见。